台灣女神陳妍希看來真的很喜歡香港，除了很開心可以跟香港演員吳君如合作，又講到明好想跟古天樂一起拍戲，而她每次來香港都表現得歡天喜地，這天她又來到香港看 Fashion Show 了。妍希接下來就會出碟做歌手，為了專心錄歌她還推了很多 job， 那就沒有了很多賺錢機會了。很值得啊，因为出这张专辑真的是我非常多年的梦想。那是从2008年我就开始不停的创作里面的词曲，那很兴奋，也很期待这些作品终于可以跟大家见面了。其实女神由出道到依家都一直专心做戏，之前未试过公开唱歌噶，所以今次咁难得有机会出碟，咁就一于将自己嘅心声唱晒俾大家听啦。其实歌里面有写给很多对我有意义的人事物，那有讲梦想的啦，也有写给亲人的，还有写给朋友的，还有写给粉丝的歌，就是还蛮多元的。那可以在专辑里面听到你否是你自己的爱情世界吗？其实如果你想要了解我的爱情世界，真的只能听这张专辑，因为平常我是不会讲。